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宇，欢迎来到我们白兰挑战第八集啊，总算进展到第八集。那这一次呢，你知道每一次来宾都越来越多，这次我邀请到了胡子，然后还有小 N， 那我今天会邀他们来，当然是要来吃东西啦。我们今天要吃的是这个，这是我们的那个战斧牛排。我们这次是跟大直点花的丰富的合作，他们从七月活动是从七月二号开始的战斧牛排活动。那他们是有这个之后的话，七月二号到七月十九是有一个美牛节，他们每年都会有。那今年的话是他们每一天抽一只战斧出去。哇，这个是用抽的。哎，好重哦！好爽哦！它肉质好多，好爽哦！而且我们这次挑战这个是55盎司的战斧，你平常吃几盎司？平常最多大概吃到40吧。40，哇，40盎司，那你呢？我是吃一般牛排的 size， 大概8盎司的，应该不知道，应该差不多，因为我吃的是8盎司。那今天你一个人就够了，那我们先，那我们就去外面吃自助餐。好，那总之就是各位可以自己看，这是有美牛节四人同行，每天都有机会可以抽到战斧一只这样，对，每天一只而已。记得要看到影片最后，因为影片最后的话，它还有四人同行，你们只要截我那个图，有四人同行，然后一人半价的优惠。哇，只有黑羽才有哦。同行一人半价。好啦，那你们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对，一小时没有吃完就要自费，这一只5000。哇，这一只5000哦。对，要价5000。傻眼哥，让我想到黑熊，对不对？好重哦，超扎实的，超重。这个战斧啊，他是说为什么叫战斧，原因就是因为它长得像斧头啦。对。然后每只牛有5个小战斧跟8个小战斧，8个小战斧跟不知道几个大战斧。没关系，我不管，结论是自己想办法了嘛的。这是我白兰挑战有史以来吃最高级的一次了。对。为何料理会说话？为何料理会说话？这只牛仿佛在我的嘴巴里面活过来，哇，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哇，好吃吗？自己在后面帮我劈一只牛，在那边奔跑，哇，太多了，而且这个虽然是啊，我在外面吃的，对，出乎意料，我在外面吃的气氛没有很熟，对，5分是我平常最喜欢吃，不是，他虽然说。已经感觉蛮熟了，但是吃起来完全很嫩，哇！就咬下去大概是5-6分的口感。哦，来换小 A。有、哦、有光泽哎，光泽哎，这是哪吃的？我开动啦，我要开动啦，好，我开动哟。嗯，哎、欸，它真的不像七分哎。哦，跟胡子讲的对不对？嗯，它的七分很嫩。可是有些牛排它的5分啊，吃起来还是有点筋，它的肉没有那么咬，那么的嫩。它这个7分超嫩，超级嫩。来，各位，微蟹，第三个发表评论，这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？你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，对，你没有词可以说，请展现你的演绎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因为真的很好吃，真的是嫩过头了，而且它调味方法只有用盐巴跟胡椒、黑胡椒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猛。你今天这种肉，我觉得我们三个吃到100盎司都没问题。特别讲一下，因为胡子有帮我切那个脂肪的部分，我们在外面吃到的油花很难咬啊，对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挑掉，对，很多人都会把油花挑掉，可是这个油花是完全可以吃下去的，它不会像外面油花一样那么有嚼劲，它是非常非常的跟牛肉很嫩。所以你可以掺着那油花的油脂一起把牛肉吞进肚子。真的，你看这个很好吃，油花这个油花很好吃。我没有浮夸，是嫩花，真的没有浮夸。对，这个是我人生中吃到最好吃的。我也是，没事。我以后怎么办？自己在外面买那个顶好牛肉来煎的时候，买那种比较厚的牛排的时候，外面又太熟，然后里面会太生，超难煎。看。这个这么厚，这个大概是外面牛排的大概3-4倍厚吧。对，它煎到完全颜色都一样哎，
等一下最后啊，影片的最后方我会放那个折价券，那各位只要截那个图，或者是你们把手机放我的影片的最后那个部分给店的那个店员看，然后在我折价券上面写时间内都可以有四人同行一人半价的优惠的。你们看，你们订阅黑鱼这么久，总算有好的东西了。你看有好东西就要跟大家分享。战斧生平，美国哪个部位？丰盈肥嫩的热眼，热眼，应该是在热骨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可是我详细区域，各位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制作的方式，只用少许的盐和胡椒调味，吃到肉的原味，再以180度烤10分钟，拿滚筒再烤5分钟。不耗费时间的做法是为了锁住肉汁啊，所以我觉得难怪他能烤这种平均是因为烹调方法的问题。那我们以后可以在家里自己如何吃到战斧呢？只剩不卖，交由运气来决定。7月2号到7月19号，平日周一到周四，四人同行吃晚餐，6点半前进场，说出通关密语“我爱丰富的美牛节”，就有机会可以抽中，现抽现吃，超开心，市值5000元 ，CP 值爆高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各位可以自己来抽，那就是每天只有一只啊，这个是缺点，各位要有抢的，限量是残酷的，对，没错。好，各位，那今天非常感谢胡子跟小燕来陪我拍影片，谢谢。有没有爽啊？爽啊！有没有爽啊？爽。那可以去订阅他们两个频道。对。胡子是做实验类型的影片，小燕是做游戏类型的影片。滴滴滴。那百万挑战，喜欢破1000，我就再拍下一部百万挑战。这边的话会有那个折价券的部分，那各位可以截这个图，或者是直接按暂停，然后给现场人员看，就是这个画面。那你们都可以拿到四人同行，然后一人半价的优惠。记住哦，只有4个人同行，一人半价。你不要说你带3个人同行，然后一人半价，没有，只有4人，好吗？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跟订阅喜欢。那你们可以去看上一部《百人挑战》，我们吃什么？那你要追踪我们大家的 FB， 按照我们大家的粉丝团追踪我们大家的 Instagram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下一部片见，拜拜。Say